鸟台油管配站就用西部时间 WWW Spur Road。 北京时间3月9日 NBA 常规赛继续进行，已经4连败跌至东部第9的篮网客场挑战近期2连胜的黄蜂，此役阿德、乔哈、海沃德、西蒙斯等继续伤停，篮网半场打爆黄蜂，最多领先34分，后者第三节疯狂反扑，但欧文末节连连凯分，轰下近两个赛季新高的50分，率队客场 132-121 取胜结束连败，篮网赢得卡位战重回东部前八，黄蜂则跌到第九。数据统计，黄蜂罗奇尔30分8篮板4助攻3抢断，布里奇斯30分3篮板3助攻5失误，拉梅洛鲍尔24分5篮板7助攻2抢断4失误，乌布雷15分5篮板2抢断，哈雷尔6分5篮板，篮网欧文50分3篮板6助攻3失误，德拉蒙德20分14篮板2助攻2盖帽，布朗14分8篮板5助攻3抢断，杜兰特14分3篮板7助攻5失误，小库里9分3篮板，德拉季奇5分7助攻2抢断，米尔斯12分。本场之星神仙发威，欧文此役19中15 3分12中9八场20分，全场轰下50分，得分刷新近两个赛季新高，率队客场大捷。比赛花絮，球爹场边观战小儿子比赛，杜兰特推飞罗奇尔，吃替欧文50分下场，杜兰特与他庆祝比赛，高光杜兰特单挑防守，罗奇尔抢断一条龙，欧文灵动上篮，711连线，欧文命中。